财富密码右右，财富密码右左，我也不坑你，财富密码右左，爱信不信。财富密码右左，信不信由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吃不了，谢谢这货很秀，我只是给你一个，这挺烦人，不让叠法强啊，我只是给你一个最安全的，啊，最安全的一个范围，你可以右，不是，你可以第一个不下，后边的下左，我只是给你保险一点，这把看你俩谁能抢着攻速吧。你俩就抢吧！哎呦我操！哎呦我操！哎呀我操！太猛烈！太猛烈这！哎啊啊啊！你大爷的！套你猴子！谢谢周先生。上个天神猴子，这把又有吴亦凡呢，嗯，大棒子不行，先给了嘛，给猴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就可以前期过渡了，这现在前期过渡就是很好过渡的。感谢5570。还有4分钟开奖啊、哦！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抽奖了。我们还差200啊，还差200，能完成福星挑战任务。想参与抽奖的兄弟可以来一张办卡试一试啊，尝试一下。感谢小石恩的10个办卡。啊？拿个刀锋还问我，哎呀怎么又是拼多多，你就不会玩点别的吗？会呀、啊、玩别的就第八呀，第八就被喷呢，一被喷就难受啊。这小子二星小法师，我操了，我臭弟弟，这就是传说中的二星小法师吗？就这水平啊，啊，就这水平。三只泪乘以二，
先给个蓝 buff， 哎，又是小法师，没错，又是小法师，惊喜不？哎，又是前世。你们有些人失去了一个对观众非常好的一个主播，失去了，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主播一地方啊，就开始逼逼赖赖。本来这个主播他想每一次玩的阵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每一把都想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直播，可是有些小子啊却用他恶毒的话语来攻击这位主播，最终已导致失去了一位对观众非常好的主播。谢谢彭晓东。所以这个主播现在又开始上分了，从今以后谁没有大师不要在我面前说话啊！没有大师以上的人别跟我说话，知道吧？别跟我说话。我们这把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这个拼多多法师比较厉害还是森林法师比较厉害，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啊。这小子也玩这小子玩森林法，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是哪个比较厉害。还有30秒开奖，一张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现在想挽回这个主播那么就只有送上一张办卡了，兄弟们。谢谢557385彭晓东，还有7分钟了啊，哦，不是7秒钟开奖。谢谢云游诗人，吉祥误会一场，恭喜也误会一场。腰的是真硬啊，腰的。两个明咒劫，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你俩就抢装备啊，你俩就抢吧。你有火炮没啊？没有锤石，后边会有的，没关系。两费卡，好整。看这小子，这小子没有攻速，这小子有攻速没劫。女神之泪被拿走了，我们拿一个瑞文。有没有强迫症？咋的了？我领着。嗯，行，我给你挣一挣，行不行？早说呀，为什么不早说？这一波呀，小弟一手吧，小弟一手，升了吧，不地了，没什么好地的，我也就地个露露，地个小法。咱也没听牌，也不是有俩，没有俩就算了。银马来个反甲行不行？我先给腰着来个反甲。
这波居然输了！呀呦，这波居然输了！怎么输的这是？没想到啊，这居然输了，兄弟们，没想到啊，确实是没想到啊，这。这怎么会输的呢？断我连胜了，有点烦啊。我什么时候能有个二星小法？人家小法二星都100年了，我这小法师一个没有。再点一个就行，哎，可以，你就杀一个就行。I love you， 小法师。不要诱惑一条毒蛇。给个女神之泪加全套，或者给点银马装备，来吧。给的什么玩意儿呢？这是刷新，刷新蛇女儿，刷新小驴人，刷新。刷新蛇女儿，刷新刷新小法芬女儿，刷新锤石，刷新小法师，无敌了。随便给一个天选，给个天选蛇女儿，这把蛇女儿升个3，这蛇女儿连个屁都没放出来呀，你放个屁也行啊。往前点给小法穿穿位置，哎呀，又卡住了。给个天选蛇女儿吧。行不行？能不能给个天选蛇女儿？为什么不要狐狸？问得好。这就好比你为什么做饭不放屎一样。这怎么全是吴亦凡呢？完了，蛇女又没放出来技能，我靠。我们这比喻没问题呀，为什么你做饭不放屎呢？因为不需要放啊。直接来个银马天选，好，不要了。哎呦我这一个抠，这拉克斯抠了这么多人。哎，我一顿打呀，打了这么半天啊，兄弟们，一个人没死，我们一个人没死，他人全死了。
我要个哈子，来吧，哈子。他的小法师装备不错呀，我们也想要个法宝。真的，给个天选蛇女儿，我们也能起飞这把。这把给个天选蛇女儿也行。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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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女儿从来没升过山，让我升一把行不行？我一个瞪，我一个瞪。打不过，给个天选蛇女儿吧，行不行？万水千山总是情，给个蛇女儿行不行？行还是不行？不做法报吗？做呀，那你给我祈祷报个全套吧。祈祷我们可以报一个全套的。他是六永恒之身，我们是拼多多。看看到底是他狠还是我们狠。上来点杀两个。他也给我点杀两个，好像是他比较狠一点。可能是因为他小法师有法爆，我没有，没点死。啥也不是那不是没有装备，他不是神装了吗？我们不差一件吗？来个拳套，能不能给个拳套？哎，给个锁子甲帽子。法爆吧，离子火花，露露往里站。其实给锤石一个火炮也行。火炮给蛇女儿，有精神病啊！火炮给蛇女儿，看有没有龙爪给我一个啊！火炮给蛇女儿，多么异想天开的设计！重装不扛伤害，锤石不是扛伤害用的呀，锤石是。挺烦人呐，这蛇女天选到底有没有？你说你们说到底有没有？要不然咱撇了不要了，行不行？不要了蛇女，然后啪蛇女天选啊，分女天选也行，能用。所有人的天选都可以用，只要来了就能拿。
一会儿不行，这露露先休息一下。露露，露露，小驴人先不生了吧？那也没整，怎么整呢？等半天，等个分军，那你咋整呢？银马能不能先给我来一个？漂亮啊！这直接就让我开了，这就看看这个第三的小子，我们需要个龙爪子。现在银马需要龙爪，需要银马的装备，赶紧给银马上点装备，上点防装。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这是啊，这是明咒吴亦凡，一时没看出来。打不过，又剩个吴亦凡，掉我点血。哎，这第一名感觉也不厉害呀，有没有防装啊？你要羊刀啊？那不给，那不给，可以给，但不给。我们选装备一直就以坏人为主，没有防装，我不给。我给露露来羊刀，呀，小驴人，那我们得地了，这波小地一轮吧。完了，又卡住了，差一个小驴人，先给我来个小驴人吧。小法死了是吧？那看来你的阵容还是不太行。急速刮痧，不行，那森林都没有这拼多多法厉害。你想一想，谁还玩森林？你想一想，费劲巴拉的整一个天选，完事呢上了个六森林，然后还配个寒冰，装备又难拿，小法师还得升三。然后还不一定能吃得了鸡儿，这玩意儿呢，七人口就成型，就开始一顿地。来锤石，别来锤石，给我来小驴人、小法跟露露。刀锋好猛啊！先把刀锋杀了，完了刀锋没死，哎呦，这波刀锋没死掉，我天哪！刀锋要是死了，这波我们能赢。完了，卡住了。哎呀，这锤石吧这！哎呀，小驴人可生了，小驴人呢，差一只分女来吧。吹风给锤死，刀锋删了，搁哪呢？哟，那没办法，那人家要删，我们也拦不住啊。锤死，别给露露就行。锤石分女来一只，小法师
三星男刀吃鸡了，那一刀一个，那没办法，人家这么快就删了，那你是咋整？俺们小法都没删呢。可以拉巴了，你拉巴上啥呀？我也没东西上啊。这不一刀一个呀，我操！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控制它，我们有灵风。哎，拉巴上四密啊，对哈，拉巴上四密，上个啥？上个老头。哟西，上个老头儿呀，他小法删了，别点我后排那个就行。啊哈，好难玩哦，没有龙爪，没有三星小法师，打不过他。你给我点名了，开始一下一个了。没事，我们依然是前四的。狐狸让我点了，这波应该能赢。这要赢不了，这吴亦凡也太猛了，真的。这要还赢不了啊，真是无话可说了就。死一个呗，死一个。冒着龙刀想一个，我决定还是拿龙刀给露露或者小驴人给他安上。我的小法没有三，先把他刀锋吹一下，吹刀锋起，靠！给我上天，控制住，漂亮，控制住他，控制住，好死了，拿下。辣美直接给他控起飞。哎呀，还差一把啊呀，升了，兄弟们，一不小心升级了，四点之前，三点三十五，还提前了啊，还提前了。